我是周深，你们好吗？14周年庆典节目单出炉，周深独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与美依礼芽合唱《未闻花名》，千呼万唤总算是安排上了周深和美依礼芽的合作，属实是属于二次元的狂欢。相信到时候网友都会疯掉的，都能够想象到被弹幕血洗的场景。不得不说，还是小破站懂得网友的心思。之前就美依礼芽看了周深翻唱的《极乐净土》，就表达了想和周深合作的想法。后来美依礼芽参加了浪姐，演唱了《极乐净土》，取得断层第一。在之后的直播中，又一次表达了想和周深合作的意愿，网友也是一片狼嚎般的期待，翘首以盼他们两个的合作。这一次两个天籁之音合作，想想都激动，有一点二次元过大年的感觉，这期待值直接拉爆了。周深也是一个老二次元了，达拉崩巴是众所周知了，还有最喜欢的千与千寻中文主题曲亲爱的旅人啊，和神前小合作的海上蝶、新海诚的铃芽之旅中文版，并且新海诚不止一次推荐周深唱的这一版， TK 当时给亲自编曲的 Arrival。 可以理解美依礼芽想和周深合作的心情，毕竟国内有超强唱功又唱日语毫无违和感的歌手也没几个，以周深的实力和专业素养作为合作伙伴，确实会十分愉快。与他一起完成的作品通常较好又较绝。はい、シンガーと歌手の方なんですけど、周深さんがこの私の極楽浄土を歌ってくださったという動画も見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を見てすごく感動して、今度一緒に歌えたらいいななんて思ってます。安排。将来の夢、大きな希望。合作后在微博热搜词条中就出现了周深美依礼芽选歌疯狂上分的话题讨论，单日阅读量189.2万，五家媒体发布，可见他们二人在国内网友的心中地位有多高了。周深打破次元壁的日常，超级期待这一次的梦幻联动，今晚18:30哔哩哔哩弹幕网直播，一起期待。24号，周深在国家大剧院彩排，抽空参加了舒楠老师的讲座。舒楠老师说，周深是个乖孩子，我不愿意让他多唱，我怕是唯一我不愿意让他多唱的歌手，我怕伤害他那种属性一样的声音，怕他唱长了、唱多了会损害，要保护他的声音，他就应该唱的晶莹剧透，总是唱我怕他听，所以我还是要给他多唱。正如主持人所说，这就是对周深的爱惜，或者叫珍惜。细数舒楠和周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6年6月18号 ，CCTV15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深演唱了《外面的世界》。阅读人发言时，舒楠老师说：“周深，我记住你了，并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翻唱要有自己新的演绎，让别人听到不一样的歌。另外两位阅读人对周深一顿夸赞后，给了建议：一是
特意加一些气声，让声音更加的色彩，表演幅度也稍微的夸张，又更有感染力。这样也证明了周深确实是真的吸收了老师的建议，并想加强学习了，所以他后面的演唱气声运用自如，舞台表演力十足，翻唱也总是让人耳目一新。也许这就是舒楠老师所说的周深是个乖孩子最好的诠释吧。这样的周深谁不喜欢呢？现场，但是一定要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的生活。